大家好，我是 ACIP 委员陈怡君医师。疫苗保护力是指接种疫苗的人群与没有接种的人群相比，减少了多少生病、重症或死亡的风险。疫苗保护力是经由严谨的临床试验得知，而各疫苗的试验方法不同，因此相关数据不能直接比较或评断优劣。所有的疫苗在开放接种前都必须经过卫生主管机关的审议流程，确定安全性与有效性是符合国际标准的。我国提供民众接种的疫苗都是安全且有效的，并经由 ACIP 专家会议讨论来订定接种对象及优先顺序。符合条件的接种民众经医师评估后接种 COVID-19 疫苗，不仅可以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的健康。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立豪心里很难过，我真的非常的难受。我非常感谢一位老伯伯，十年来跟着立豪一起打江山。这十年来，他对立豪的支持，我只能感谢。他从十年前，各位，一直跟着立豪做股票，每天在3:30左右，我们的电视节目开始，他一定坐在电视机前面看立豪的电视节目。今天他走了，他走了，他到天上去了。他的儿子今天打电话给我，跟我讲这件事情。立豪感觉到心里非常难过，因为十年来这个老伯伯非常信任立豪，跟着立豪一起打江山，各位不离不弃。他留给他儿子一笔钱，他儿子跟我讲的，他说他爸爸之前有一笔500万的资金，本来是在保险里面，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领出来，然后他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跟我做股票。他留给他这个儿子，因为独子嘛，各位打开一看那个存折，他吓一跳，他留给他这个儿子2700多万。也就是说，如果他500万跟着立豪一起做股票，应该有赚到2000多万了吧，所以他才有2700多万嘛。所以我非常的感谢他，谢谢他。我知道他现在的，对不对？精神一样坐在电视机前面。谢谢你，老伯伯，一路好走，好不好？一路好走。好，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们看到立豪的电视节目，你会发现到，各位，立豪当初已经跟你讲，我说只要站上17034，各位18000指日可待。各位看到了吗？今天大盘再涨77点。已经来到17841点，各位，我讲的18000已经快到了。你看看我当初跟你讲的时候是在这里讲的，各位，你看看涨了这一段，你有要相信利好吗？我在今天我非常的感恩大家，谢谢大家。各位，利好业绩为什么会第一？请你今天看完我的电视节目，好不好？你看看为什么我们的业绩第一是绩效第一。各位，立豪的绩效啊，现在没有人跟得上。而且各位，我要提醒各位投资朋友们的，我一直提醒你们的四句话，为什么我陈立豪的会员会一直支持立豪？就像这位老伯伯跟我跟了十年啊，各位，因为陈立豪不造假、不作弊、不欺骗、不吹牛。各位，股市要这股清流。各位，你记不记得我昨天跟你讲什么？我11月16号的电视节目里面，
我11月16号的电视节目里面，我说天哪，赚翻了。我昨天电视上有没有跟你讲，我就跟你讲金星科跟你讲什么茂达，你记不记得？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金星科就好了？跟你看一看，这是我昨天的电视节目，我的侧标，11月17号，我说天哪，看看发财的滋味。各位，我在昨天电视上我特别跟你提到金星科，特别提到茂达已经52.5块，两只涨停板。好，各位，我今天就让你看看金星科茂达好不好？各位，让你看看连续剧嘛，你喜欢看连续剧，我就让你看连续剧。各位，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愿意跟着陈立豪打江山？从我11月10号做金星科到今天，各位，8天，我侧标上的数字没有任何的造假作弊，就是236块。你自己去想一想，236块一个礼拜8天而已哦，10张就好，236万你赚起来了。如果你是100张，各位2300多万。各位，这叫做股票，你要让赚大钱成为一种习惯。这种10年难得一见的超级大行情，你还在赚小钱，各位，那你真的对不起自己。所以我在昨天电视上，我跟你讲，天哪，看看发财的滋味。各位，金星科，你注意看，到昨天为止是赚180，对不对？各位，到今天是赚236块，你注意看，各位。我11月10号买505，我说500到505哦，我买回。各位，11月15号已经涨到580块，对不对？是580块，是不是赚了75块？好，赚到75块之后，我是不是跟你讲落袋为安？你买10张赚75万，100张赚750万，对不对？出掉之后，各位，11月16号再买回560块附近，反买回哦，又买回来，买到之后，各位，我们的最低还成交556。各位，结果我带你们出到哪里？各位注意看，我说你要玩当冲的人可以赚32块，你记不记得？各位，如果不玩当冲的人，各位，你是不是可以报？各位，玩当冲是不是赚32块？那不玩当冲的是不是可以中长线续报？有没有？是不是中长线续报？有没有？11月16号就跟你讲了，对不对？是不是中长线续报？哥，你知道这档股票在昨天我们出掉620几块之后，我们昨天，各位，11月17号出掉620几块，各位，我们出掉了，对不对？出掉之后，各位，我是不是去放空？我出掉之后，各位，我是不是去放空？我赚了60块是不是135块了？我是不是去放空？各位，我是不是去放空？你看，昨天11月17号，会员注意，6533金星科出到620附近，而且有间放空到575块，各位回补价差又赚45块，对不对？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这是我昨天电视上所讲的，我说我赚了60块，再这样回补放空又赚了45块，各位总共在昨天就赚了115块，对不对？各位，是不是加起来就是180块？我昨天讲到这里，是不是加起来是赚180块？各位，你相不相信？我在昨天空单回补之后，回补之后，各位全面反买加码买进，各位，你一定打死你都不会相信。各位，我陈立豪的会员非常清楚，所以各位在昨天11月17号。我们在放空之后最低打到哪里？各位你看，各位最低打到哪里？昨天最低还打到570哦，我们全面回补之后还反买哦。各位，昨天回补哦，我昨天讲得很清楚了，昨天回补哦，回补之后各位反买，你敢买吗？你敢进吗？各位回补反买，你敢买吗？各位，到了今天差一点攻涨停，天哪，回补反买又赚56块，千真万确真实富贵赚56块。各位，你如果昨天空单回补之后再反买，各位你赚56块。
各位，真实富贵千真万确。昨天180块加56块，各位你看这档股票你已经做赚了多少钱？236块，各位你看，吓死你啊，各位吓死你。从11月10号到今天而已，236块。如果有造假作弊退出股市，各位这才叫真的做股票啊。各位，十年难得一见的超级大行情，你还在浑浑噩噩，你还在那边痴迷。各位，你如果失去了这次的机会，你想再遇到下一个十年超级的大行情很难的。所以各位，我非常的感恩我的会员，真的谢谢你们对利豪的支持。各位，光一档金星科11月10号到今天236块，你有看到哪一个投顾老师敢从头到尾去用验证的吗？各位再看，连我送给你的茂达，各位我送给你的嘛，我当初不是跟你讲，我连续两天哦，2021年的11月11号跟11月12号，因为我礼拜五的节目是重播的嘛，你记不记得？我是不是跟你讲感恩之旅？谢谢大家，一通电话挑战 58%， 有机会吗？各位，我当初就跟你讲，好朋友不能造假，不能欺骗，不能吹牛，也不能作弊。各位，我不就送给你了吗？我也带我的会员做了、啊。上个礼拜五啊，买什么？买茂达嘛。你忘记了吗？买茂达、啊。那各位投资朋友们，到了今天啊，到了今天啊，已经65块了。在昨天是52.5块了、啊，昨天是52.5块了、啊，到了今天啊。各位，到了今天11月18号已经65块了，我送给你的股票已经65块了，你买10张65万，100张650万，各位你已经入袋为安了、啊、各位出了短线，出了再上去给别人赚65块，你还要要求什么？各位，全市场都知道陈立豪不造假，不作弊，不吹牛，不欺骗。各位，做股票真的这么难吗？我连送给你的股票我都给你看了，对不对？对不对？各位，我的侧标上的两档股票你有看到吗？各位，赚钱真的这么难吗？你真的这么难教吗？各位，所以我说啊，为什么三角形金字塔顶端的人永远是凤麟之一角？为什么三角形金字塔底端的人永远占大部分？各位，很简单嘛，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没办法赚到钱而且赔大钱？就是因为他们在三角形金字塔属于底端的人。就像我一直跟你讲，大盘站上17034，各位你记不记得10月6号？我记得是10月6号，各位10月6号，你看我记得没错的话，各位当初我不是讲说有一个17034吗？有没有？各位17034，你看10月26号17034站上去之后，各位我说跟你讲挑战18000，你看到了今天剩下100多点就18000了，今天最高17841，你看我跟你讲你要相信吗？我可以告诉各位投资朋友们，你做股票真的不要去听信谣言，也不要去听故事比赛。各位来，我今天有一档股票，我让你看看我盘中怎么带会员的。注意看，各位，这档股票11月16号我带会员去买一档股票叫金研，各位叫金研6411的金研，261到265少量买进，11月16号你看来6411，11月16号先看一下，11月16号各位最低262、哦，最低262哦，开盘开297.5哦。我在11:41告诉会员买261到265，到最后有没有打下来？有，打到最低，打到262，完全成交。成交之后，各位这档股票，你看11月16号买到262.5到263，全部都买，那一天杀到跌27.5，成交23000多张，我们全买了。买到之后，各位你看，你看。我带当初怎么带出？注意看，金研
你看我怎么带出来，各位。十一月十八号的今天，十一月十八号的今天，更注意看，会员注意，十一月十六号买进的六四一一金研二六三附近买的，今天再度上攻284附近。会员如果有有的人全部出场，准备换股操作，早上九点十一分，各位你注意看。早上九点十一分，刚好各位，你看啊、哦，直接拉这一波，拉到最高点的时候，286是在九点十五分出现，九点十五分，给我们全部成交出场，我们全部成交出场，成交出场之后，哥你看往下杀，还杀到平盘之下，哥你看到了吗？你看到一个老师在盘中的带股票的做法，各位你有愿意跟着陈立豪吗？各位你再看看，有一档股票，早上九点零五分。我们还有一档股票利基，你记不记得？你记不记得利基？哥在这里呀、啊，哥这里，你看这不是有一个利基？哥这是不是有一个利基？十一月十二号礼拜五不是有一个利基吗？不是有一个利基吗？也是礼拜五买的，你记不记得？哥，你看我礼拜五四九六八，你看，哥你看，你看礼拜五、哦，注意看了、啊，哥你看礼拜五十一月十二号、哦，哥后面都没有出现嘛。买到之后一路涨，涨到今天最高多少？350块。哥，你注意看哦，你注意看那350块啊！你看我什么时候叫出的？你看我什么时候叫出？哥，请看。各位，早上九点零五分，早上九点零五分哦。各位，拉到这里的时候是九点零七分哦，九点零八分哦，拉到最高哦。各位，早上九点零五分。会员注意，十月十三号我们布局的四九六八利基二一五到二一八，现在已经三四五到三五零了。哥，你看我赚多少钱？哥，你看我赚多少钱？你三五零去扣掉二一八，你看我赚了多少钱？会员可以全部出场获利，资金保留。早上九点零五分，你看我出的多漂亮？给我出的多漂亮？你看，如果这样的操作手法，你都没有认为陈立豪真的好棒。啊！我输给你了，我输给你了，我输给你了。所以各位，你看我们怎么带进带出？各位，这能够造假作弊吗？这可以造假作弊吗？各位，这是今天的呢，这是时间呢。你看我们四九六八利基出的多漂亮，你看看利基收盘收三二八呢。你看我早上就出了最高多少三五零呢？早上九点零八分、九点零九分来到最高哎。我早上九点零五分就在叫了，你看，就已经建议出了，全部出场，全部出场啊！哥，你看收盘收三二八，你再看看九点十一分，我刚刚讲的出了金研，赚了21块就出场了。九点十一分，你看金研，你看几点来的？你看几点来的？九点十五、十六、十七分这时候才来的。你看我出掉了，出掉之后也打到平盘以下。各位，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愿意跟着陈立豪吗？你这样懂意思了吗？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感谢那位爷爷吗？他跟陈立豪跟了十年了、啊。如果陈立豪不准，他跟我跟十年干什么？神经病吗？啊，神经病啊！500万在做，到之后往生了，给他儿子的存折是2700多万，那不就是赚了2000多万吗？各位，我们当初买的利旺啊，今天又差一点又创新高了。哎，当初啊，2300啊，十一月十二号买的利旺，你看今天，各位你看，各位今天又再度对，又在创新高了。你看，你看今天的图形，你看有没有看到2520再创新高？各位，这就是陈立豪，这就是陈立豪。结果，亲爱的投资朋友们，我再让你看一看那个啊，今天真的立豪心里很难过，那位爷爷走了，我就很难过，真的。结果，亲爱的投资朋友们，我再让你看看，你看那个元宇宙概念股，我做的怎么样？我认为全市场没有一个人能够像立豪做股票做到淋漓尽致。各位，你记不记得？十一月二号买66到68宏达电，我不是跟你讲吗？当我带出的时候是带出到94块以上吗？十一月十五号
94块以上出脱吗？我不是跟你讲赚了30块吗？出掉之后，各位有没有往下杀？有没有往下杀？杀到哪里？各位杀到82块。我是不是带你11月9号买回82块附近？各位，你注意看哦，在这里哦，你看，这是我11月17号跟你讲的，82块附近买回哦，买回之后各位看，82块附近买回，买到之后是不是昨天又出了？11月17号昨天是不是出了？我说我89块附近全出了，有没有？各位，我为什么要出？你看今天又收下来了，各位你看到吗？各位，你懂不懂盘中4.5小时重点在哪里？你懂不懂真正的盘中4.5小时的代操那个股票的去做那个有没有来回进出的那个实战的老师重不重要？我真的很厌恶那种说故事比赛的老师，我真的非常的厌恶那些造假作弊的老师，因为我看到这些投顾老师有时候真的很想把那电视砸掉。我跟你说，各位投资朋友们，你要不要参加成立好，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奉劝你，你如果在股市要赚到大钱，各位不见得要跟成立好了，只要你的老师可以做到跟成立好一样，用手机全部用验证，或者你就用耐心的把这个资料用印的印出来，你给人家看好不好？这样就是实实在在嘛，不会造假作弊嘛，因为手机上面的日期跟时间不会串，没办法篡改嘛，好不好？我奉劝一些老师啦，你就学着陈立豪这样就好了，人家自然会支持你。就像那个老波波支持我10年，跟着我最久的不是只10年，跟着我最久的是17年的，到现在还在跟。结果亲爱的投资朋友们，做股票没有这么难，一通电话我真的可以帮得到你，好不好？希望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好好的把握。各位，我今天没有股票要送给你，我要跟你讲的很简单，如果你喜欢在股市里面赚大钱，喜欢让赚大钱成为一种习惯，各位，我陈立豪我随时都在等你，业务随时都在等你。各位，你要的股票如果你在盘中4.5小时你没有像我们一样来得及时的进出，你要股票有用吗？盘后说故事有用吗？各位，我们休息之后再回来。震荡的年代，我们给您最强势的后援，188超值互助专案，帮助您战胜市场，重回赢家的行列。超值专线02-812-5858。Live 直播，立即上线。国际证券投顾官网服务欢迎莅临，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顶尖团队顶级享受，软体下载专业研究。亚太国际证券投顾02-8512-5858。全新的操盘策略，全新的尊荣服务，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02-8512-5858。你一个人照顾妈妈真的很需要帮助，你偶尔会需要出差，建议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务，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200元，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我不在的时候妈妈没有人照顾，这很棒哎，谢谢。
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结果，亲爱的投资朋友们，只要你想赚钱，随时利好都欢迎你，都不会晚。重点是，如果你没有赚大钱的那种心态，没人帮得了你。各位，11月10号到11月18号的今天，光金星科赚了236块，送给你们的茂达到今天65块的价差，对不对？各位，真的，连我怎么进出都出得漂亮，进得漂亮。你看那个金岩，我们也是买得漂亮，出得也漂亮，对不对？今天也出得漂亮。各位，真实富贵千真万确，也赚23块，对不对？而且是我们买进实实在在买261到265的，11月16号买的，今天出得太漂亮，真的。所以各位投资朋友们，做股票真的这么难吗？利豪今天语重心长的要告诉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要不要参加陈利豪是另外一回事，千万不要把你的钱当作开玩笑，因为你的钱是血汗钱，你们赚的钱都是辛辛苦苦的血汗钱，千万不要在股市里面跟打水漂一样，听得懂吗？各位，利豪在今天真的非常感恩大家，我非常谢谢我所有的会员，谢谢你们，有你们利豪才会越来越成长茁壮。各位，如果你参加别的投顾老师，你没有赚到钱的人，各位可以转到利豪这边来，我可以帮到你，好不好？现在所有的投顾所有的业务都在等你，你要赚到大钱，跟着利豪一起打江山，好吗？一通电话我就可以帮得到你。我今天没有股票送给你，如果想要跟着利豪，一通电话业务都在等你。祝你们明天操作愉快，谢谢。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